哇哦，今天第一回合参赛者有 No Name、阿迪以及 No No。让我们来听听方季韦小姐的私房情歌。是。1997年，女人花。梅艳芳的作品。我有花一朵，种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意悠悠。朝朝与暮暮，我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来入梦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这个偶像团体里面一定要有个主唱，对，阿迪就是主唱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谢谢。可是为什么现在？而且偶像是转行吗？对，转行不唱爸爸了啊？对，是爸爸基因啊，家长了。这是我10月15号即将发行的新书，叫《亲爱的》，然后里面是写给我女儿的20封情书。小朋友，哎呦，这多大？肉脸哎，就长这样。爱的幸福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嗯，还是要唱啊，好好，对不对？好好好好，赶快唱，好，新号开始啊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一句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哎，就唱起来就不一样。哎，嗯，这寂寞他唱真的很寂寞，他唱就不太寂寞。对，因为他比较虚，他比较实。他比较虚，他比较实，心境不一样。心境对啊，小心啊，这叫小心啊，小心小心，又中了箭了。人渣哎，讲话很直，这个让他当评审完蛋。No Name， 向镜头挑战。哎，谢谢。第二回合参赛者有赵之璧、郭书瑶以及柯以柔。很痛苦，很辛苦。对啊，对不对？笑的时候嘴巴就要遮起来。公司好多规定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。是。可是有时候太封闭也不好，好像不食人间烟火，对不对？对 对, 对。刚刚听说当年哦，他们只听自己唱片公司的人的歌。对。可是这样子会让自己的音乐越来越窄。对。所以还是有一些其他歌手的。对啊，因为我那时候去拍那个武侠片，在大陆拍武侠片，我演一个侠女，然后那时候一直会很想台湾嘛，然后就听到这首，就是这首歌，我就好想念我的家人哦，思乡之情。嗯，你看看什么歌会让你带起乡愁？1996年，陈里的《月光》，谁都听过的歌，一定很多人听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看透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？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守护他身旁。一句，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哎呦，好听。哇，好听好听，好厉害哦。哇，
到目前为止啊，这感觉良好，对，音准最好。你不用讲，我来讲就好了。每一关他都要使出两个杀手锏。小朋友会唱吗？会啊。你有听过娃娃娃娃音的《城里的月光》娃娃版？这个歌这么成熟，他会把它唱成童谣啊？那个三太子，什么三太？他一唱会让大家语出惊人呢。我看你才三太子嘞，他讲话实在是很有给人家指点迷津的感觉。好了，好，三太子，好好唱，三太子接来。白宝马丽憨，好，重新哈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。还有一句哦，若有一天能重逢，唱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我天啊！阿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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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奇怪了，刚刚赵志碧唱的时候你不在，为什么瑶瑶唱你就回来？有，我都在啊。赵志碧唱的时候你在？有啊，他说赵志碧唱歌像三太子嘛。你回家就看重播，乱插话插错了。哦，他说他是三太子啊，是他哦，不在就承认嘛，还假装的。哎，后面那位露牙的玉女，我不是玉女，我是美食天后。美食天后，美食天后不可能不露牙。一定又要做菜又要吃菜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所以这里头全部介绍都是台湾小吃，就不用唱了吗？比喻娃，大家也会想要听听美食店后唱一下歌嘛？我怕人家一听就不买了。啊！我要唱，我要唱，你要唱啊！唱好，爱音乐，就让他唱，好不好？三个不同歌路的女生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守护她身旁。美食天后还有一句，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赵志碧进入奖金挑战赛，我们要介绍戏剧界的新朋友方继伟。谢谢，对不对？这应该算转行。是啊，这几年都在戏剧界发展。对，后来就不小心就演戏了。最近好像好几部作品啊。我以前第一部作品是琼瑶的戏《海鸥飞处彩云飞》。哦，那就是在你出片的时候。因为琼瑶看到我的照片啊，他以为我的照片看起来就是那种楚楚动人啊，清秀哈。对，后来我去的一去之后，他说发现哇，好壮哦。哦，因为我是运动员嘛。那你可以演女主角的保镖啊。不是，是秦汉的保镖。秦汉啊，往戏剧界发展，可是还是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可以在今天表现一下。这一组有没有很眼熟？好眼熟哦，都是我们的。而且我广告巨星啊，广告巨星。而且我今天发现说中间那个哦，是女的耶！你怎么每一段讲话都来这样一招，很可怕的。不是，我讲实话，就是因为你本来以为他是男的，我以为是女扮男扮女装，男扮女装，对，三位都是饮料广告，对不对？第一位花太郎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花太郎，我现在单身，而且没交过女朋友。你那个广告是怎么样？真的有历经那个减肥过程吗？就是有持续在减，只是没想到减下来之后就刚好可以当 model。 你不要一直讲你是 model， 我们就让他们来一段广告里的经典画面。花太郎请开始。你刚刚没有跳舞之前，我还在想，你一直说你自己是 model， 你这样一跳，真的有木村的感觉。
真的有。我骗你的啦，还真的有。好像没有胡说的啊。那我自己看一下。介绍完花太郎，来介绍我们的胆固醇，来请自我介绍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胆固醇妹妹。那我本名叫黄静雯，就是蔡奇亚米啊，大家。自己讲完自己笑。黄静雯的。对，黄静雯，蔡奇亚米啊，黄静雯。那我现在已经不是学生了。那我在蛋糕店工作。啊。在蛋糕店工作，蛋糕店哇，好适合哎！好吃的蛋糕，大家来买哦。胆固醇的很可怕的画面，可是好像要配合，对不对？你是在一个人身上吗？对啊。来 ，NONO， 来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来，你上来，你上来，很简单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表现不好，我们再找 NONO， 好不好？你也是要对当广告明星的。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胆固醇的广告？有没有印象？有印象。那个茶的嘛。对，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？你知道你要做什么？我做好。来，你就站这里。你知道他要做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啊，没有看过。你要背他。哎，几公斤？我想不要吓到他，想不要吓到他好了。不会，我这样子就好。他应该四十几公斤。我不想出去被人家。有台词嘛？对不对？四十几会，你蛮瘦的啊。你有运动也没差的啦。不用怕，救护车已经在外面等你了。上。好。哎，我看没办法了。才一只脚而已啊！你不行啊 ！NONO 上！我跟你讲，现场只有你的体格撑得住胆固醇，对不对？诺哥，不要把我摔下去哦！哟，哦，好重！哎，啊，没有碰到你，没有，还没碰到你，他一只手过来，我觉得很重哎！赶快，勇敢！哦，辛苦了，嘿，站起来！嘿，嘿，我是胆固醇。死心塌地的跟你一辈子的，好，我想他很辛苦，我也很辛苦，撑下来。诺诺老了，感觉胆固醇真的很可怕吧？哦，这还有那高血压，对啊，不止胆固醇，三高，还有高油脂哦，所以。看 NONO 刚刚脸红的样子，我们就知道真的很重，身体一定要健康。真的哇，真的要瘦了，胖的。你少废话了，只有你撑得住了。好，来我们的3:8教官。大家好，我姓徐。张教官，你是很秀，怎么一回到自己就开始害羞起来？我姓徐，然后叫尹哥。有没有什么招牌的口号跟动作？来了，来啊，就来，不要客气。醉，你有像胆小姐一样天天喝绿茶吗？那应该开始有些效果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天天喝就对了。天天喝就对了。我念完了，放空。对不起，有点糗，因为广告这件事可以演下去，可是这边我知道，对不起，这个在现场演广告。没有经过镜头灯光剪接，所以会觉得啊，不知道怎么样处理。真的，可是让大家唤起印象来了。是，今天到这里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要演唱这首歌。哇，又是一首名曲，1992年的《想你想到梦里藏》。经典！哎，这个小朋友会不会唱啊？我想你想到梦里头，我要追你追到什么时候？一辈子不够，用两个泪谁相守？我想你想到梦里头，我要忘你忘到什么时候？一句。一辈子不够，用两个泪谁相望？是不是就能够？我可以感觉出你的诚意。那个胆固醇会唱这首歌吗？小少少的会。你要讲小小啊？小小。唱广东话。来，我们胆固醇唱唱看好不好？好，来。我想你。想到梦里头，我要追你追到什么时候？一辈子不够，用两个来生相守。我
时候，来一句，一辈子不够用，还没到哎，哦，是不出局，胆固醇真的很可怕。来背一下，背一下，唱错，背一下，背一下，背一下。你该唱的不唱，该人家唱的你又把它唱掉了。再唱错要背一下了。进处罚。不甘心啊，对，不甘心，好重哦。我想你想到梦里头，我要忘你忘到什么时候？一句哦。一辈子。是不是就能够？很有感觉，哇塞！他好像真的还会耶。对，可以听得出。唱歌的声音很有特色，那么扁啊！谢谢。啊，太贵啊，太贵啊！三比八就分。有，你要唱吗？好，从一半，好，一半开始。我想你想。要忘你忘到什么时候？一辈子不够用，两个来生相望，是不是就能够？哎嘿，这个都不错哎，没想到音最不准的花太郎又奖金挑战赛。第四回合参赛者有郭书瑶、No Name 以及 No No。方季韦的成名曲，也是他的出道作品，1988年，一个字，毁。哎呦，哇，好听哎！是你走进我所铺的音符里，一切旋律因此而改变。选择叫我不知该如何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明了，我在你心里有多重要。两句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明了，请唱。失去你我是否会过得好？怎么可能？哇塞！哎呦，怎么可能？瑶瑶，你好神奇哦！他自己都说，我怎么会唱？我很奇迹啊！我就说他三太子嘛。真的，你才是妙婆嘞，三太子。哇，果然杀很大。这位，这位回啊，有一些声音，不是回。悔，后悔的悔，悔哦，不一样，悔不当初的悔。对，你唱那首是《蛔虫》的蛔。如果你以后，难怪上谈话节目，难怪那个要小心他，难怪李树全唱歌都会感觉要蛔虫，有蛔虫跑过来，害我羞啊！你到底要不要唱？好坏哦。那是我的手啦！你干嘛学杨凡啊？有吗？是他在学萧煌奇。你是我的眼。说你在学萧煌奇啊？哇塞！两个鸡同鸭讲哎。阿妈，你鸡巴你的。我跟你讲，以后。上谈话节目碰到方俊伟，小心啊，危险人物啊！所以我以为一直以为只有偶像团体会沦为谐星，没想到军中情人也可以变为谐星哎！玉女啊，玉女，对啊，玉女掌门，要不要唱？不用了啦。好，瑶瑶进入奖金挑战赛。第五回合参赛者有矮成、阿丁以及马国贤。永远的军中情人方季韦，这首歌曲
1991年，糟糕了，18年前。18年前。对呀、啊，歌是红了。18年前。可是小朋友不晓得，哎，哦哦，后面有个老朋友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知道？你认识吧？同一期认识。红红孩儿啊，哎，红孩儿当时很瘦啊。小姐也是很，也是很恐怖啊！然后站到这里跟，跟爱神说：“哎，你看我站这里跟你就刚好配。”哇！啊，赶快马国兴，赶快打电话叫张克凡。对，我这样叫张克凡来，你就知道。你再来，我让你看更胖的红孩儿。对，他们现在要组织一个新团体叫胖孩儿。我们要组成一个胖胖团。哎，歌迷没有报，你们讨论什么？愿苍天变了心。好紧张啊！如果让我遇见你，而你正当年轻，用最真的心换你最深的情。如果让你遇见我，而我依然年轻，也相信永恒是不变的曾经。时空阻隔，岂止长路迢迢，青丝缠绕，岂是长发飘飘。那红尘俗世的人为什么总是多情惹烦恼。小时候会啊，小时候我看那个周星驰的电影，哇，这是哪一部电影有用这个歌？上海滩赌圣，对，爱神就进入奖金挑战赛。